看过了男神们在荧幕上高冷帅气的形象，在球场里挥汗如雨的他们可千万别错过，同样是帅气的不行哦。昨天晚上篮球名人赛在上海开赛，你们爱的男神们都来了，吴亦凡、蒋劲夫、张哲瀚、董力、王嘉尔等，还有男神的男神们艾弗森、雷阿伦、皮尔斯等等，全明星阵容为球迷们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特别是妮莉凡凡和妮莉蒋劲夫，无论是投篮还是抢篮板都是掩饰不住的帅气，值得为迷们们疯狂打 call。当然了，别的男神一样棒，张哲瀚凭借出色的表现拿下了当晚的 MVP， 跟专业的球星打球能拿到这样的好成绩，男神也不免有些激动啊，差点就哽咽落泪了。韩国天团 Big Bang 队长 G-Dragon 在演唱会结束后短短两星期又再次洗稿，这次品牌宣传的主题是 Break These Rules， 身为潮流教主的 GD 一定很有破旧立新的经验咯。제가지금회사 YG 에들어왔을때부터헤어스타일링에서그런한분과계속작업을하고있기때문에그분과상의를해서스타일링이든뭔가여러가지다양한아이디어를나누면서컨셉을잡으려고합니다저도입니다어어저희우리가헤어스타일링이란거位了안녕하세요大家好 네, 네감사합니다네